间。是的，欢迎各位，也要谢谢我们的、欢迎林团把首秀的舞台，Hello 交给了我们的维亚狂欢节，也要欢迎各位。对，这一次的表演呢，也是我们的林团成团之后的舞台首秀啊，所以先来问问感觉怎么样？刘宇现在满头大汗，哇，所有人都满头大汗。来，我觉得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来到521维亚狂欢节，谢谢。然后我们刚才也在后台看了很多前辈和老师们的演出，我觉得特别棒。然后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把自己林团也做好，然后以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棒更好的舞台。谢谢，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刘宇。这样好不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让大家一一来回答一下。好，因为618很快就要到了，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成员们，有没有什么想推荐给大家的购买的好物呢？刘宇，我觉得我618想买的是垫肩。哎，等一下，是这个吗？垫肩我也有。我猜准不准？对，我说我猜，刘宇肯定要给我推荐垫肩。我昨天在网上看到那张图片，我觉得有点旧了，其实。可以，这个真的可以有。那可以约一下，回头那个薇娅直播间开卖垫肩的时候，去他直播间做客，好不好？我怕你一会儿跳，我说哎，垫肩，哎，掉下来。今天没带。好，谢谢刘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赞多要推荐什么啊？我想给丽娃买按摩仪。按摩椅还有我的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衣服，对，好贴心哦。这个时候还没有忘记立完，我们要谢谢赞多，谢谢。接下来米卡，我想买新电视，电视，因为我的现在的电视一点点不喜欢。我又想起他宿舍里的故事了。提到宿舍，还有一个人应该很难过。小九，你想要买什么？我对我来说，我想买中国好吃东西，好吃的。因为我还有很多没去过，所以我想尝试一下。小九，下次没有去过地方没有关系，在薇娅的直播间，中国哪里好吃的都可以买到。我帮你买包袋好。哇，对，有零食节，我们可以很适合。那没问题了，没问题了。对，好，来看一下李默。我想买个教训。买个教训，太可爱了。买个，不买了，就买个教训吧。是是是，我相信其实经过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很多人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也希望下次林默能够多多的加油，好不好？所有人都会为你加油打气，谢谢林默。好，博越，哎，在，想买个给我爸买个那个脚部按摩 SPA 的那个机器。哦，对，那个沐浴机。对，20号不是那个吗？父亲节嘛，正好18号买就差不多2000就到了。是，真的很孝顺。再来看一下佳远，我618的时候，我想去薇娅的直播间，看到啥买啥。凑单。我跟你说，佳远，你今天晚就可以加购了，你知道吗？今天晚可以加入到购物车当中去了，好不好？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尹浩宇。好。我想买一个书，就是《唐诗三百首》。对，我想买这个。是，没问题，这个薇娅姐就可以送给你。可以，没问题。好的，谢谢。还在不断的学习，中文真的越来越标准了。接下来，周柯宇。老师好，我想买，我想给我们大家就是团员们还有我买运动鞋。运动鞋？对，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去练舞，然后最近就是我们经常穿板鞋练舞，然后其实时间久了脚上会磨出那个茧，是，所以就会想找一双那种有软一点气垫的那种鞋子。哦，对，这个薇娅直播间可以承包吧？对，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基本都能满足。所以我准备好了各种零食，包括各种东西，包括按摩椅啊，投喂都可以包办。好，再来看一下刘江。大家好，我想买一台好一点的电脑，然后帮我的队友们做出更好的音乐。哇，是的，我俩已经感受到他们的那个愿望清单了，对不对？他们的心愿，但是我还是有一些问题，我很想去问一下，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来 VR 直播间，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不用回答，用手指。我想问你们当中谁是购物狂，特别爱买东西？购物狂。谁？
指点。全是刘宇。对，全是刘宇。来，第二个问题，你们当中谁最会精打细算？精打细算，就会比较省钱。其实，因为我们其实才住在一起快一个月，我还比较不出谁最精打细算。嗯，但是我觉得最不精打细算，我知道是谁。谁？啊，是这个。但你知道吗？就是购物狂和精打细算和买的都不一样。对。我问一下你们这些，你们买的东西中谁的快递最多？一二三。那还是你浪费。刘宇。但我刚刚想有没有哎。真的就你是购物狂啊，又爱买东西，然后又最多快递，最多快递。佳悦，你要说他指控他对不对？对，因为我们壁洞堆了一面墙全是他的快递，冻墙啊！哇，不会没拆吧？他住在 A 栋，没拆。他住在 A 栋，然后快递多到堆到 B 栋了。那我们爱买，然后拆放那里不拿。他已经爱买到什么程度？爱买到快递已经堆到别的旁边那一栋去了。然后不拆是吧？刘宇，你要回应一下啊！刘宇，回应一下这个。下次再不拿，我们就给你偷走了哈。对，怎么那么爱买？话筒递给他一下，里面也不是全是我的快递，好吧？我觉得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薇娅直播间，但还是有点小遗憾，我缺了一个人。对，但是我们要祝我们没有来的丽丸，对，祝他快点康复，早日康复，祝你身体，好不好？是的，大家都知道，今天呢，因为是我们的521，我们的薇娅狂欢节，昨天呢就是我们的520，今天呢也是你们成团之后的一个首秀，所以今天借助这个机会呢，我相信你们应该有很多话想跟粉丝说，所以接下来我们一一的跟粉丝来表白一下，好吗？来，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和这么多人一起过521，然后我也想的是以后呢也可以和你们过许许多多的521，然后最重要的还是想要把更好的自己展现给你们，谢谢。其实我也是今天他们来，我也很激动，因为我们的团队已经疯了。对，他们已经完全不在自己的岗位上了，你知道吗？你们的成团夜，然后那天我是临时节，但负责临时节那个主管他没有上班，他给我请了假，他说今天是我很重要的一天，他就现场看你们表演去了。是。然后凌晨5点多给我发短信说，姐，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喜欢的弟弟们成团了，他觉得圆满了。然后那一下对我感触很深的，我觉得偶像，他很正能量，对，他可以促进他更好的去生活。对，因为叶静他是以前一年要看20场演唱会的人，但是因为工作在那里，因为工作原因，所以就很忙碌。但是他就是怎么讲呢？就爱生活，努力工作，然后追自己喜欢的偶像，我觉得特别好。对，特别好。你们的积极向上也影响到很多人。对对对，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起加油。我们多多关注我们 E2ONE， 好不好？好。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因为跟粉丝表白的环节，我们也让每个人都说两句，好不好？每个人说一句，好不好？来，接下来有请赞多。好久不见，未来我们准备了很多的好舞台，所以大家期待哦。谢谢，爱你们。米卡，纸巾真的很需要。米卡，我想说谢谢我的猕猴桃们，我爱你们，谢谢。好的，小九。好，我想让大家知道，就是除了我的家人和我那个美食以外，就是大家是我的最爱的，所以谢谢，非常感谢大家。谢谢，我们来看一下李默。爱你们，没商量。简单明了，很好。还有吗？对吧？就没得商量。好，不是。好，我很感谢大家今天就是把我送到 E2ONE 的舞台，我今天第一个舞台非常开心，虽然刚刚有一点点破音，不过之后会呈现更好的状态给大家，然后非常祝大家今天在薇娅老师的直播间找到心仪的礼物。谢谢博远永远这么真诚，张嘉元。然后祝我们的粉丝们，就是希望你们能开心快乐，然后希望这个地球和疫情分手。好的，谢谢。李浩宇。好，我想教你们一个泰语的句子，就是 Yanna Jup Jup， 它的意思就是我爱你们。Yanna Jup Jup， 谢谢。周克宇。就之前也发微博，昨天说了，
平时其实不太会搞什么很浪漫的事情，但是我爱你们。已经很浪漫了，这句话。来，刘璋。然后今天是五二一，我想跟粉丝们说，不只要把自己的爱表达给另一半也好，其他的朋友也好，也希望大家留一些爱给家人。谢谢谢谢各位。哎，你们俩真的是来吃瓜的，你们一直在关注工作人员的表情。对，他们已经疯了，然后就完全的关注点全部在他们身上，放血疯了的那边，在哪里接掌声？何宇，希望薇娅那个直播间的所有工作人员多多帮我们英特尔的弟弟们搞事业，好不好？好，加油，一起加油。哎，这样我们今天因为现场的粉丝也非常多，薇娅要不要代表我们所有的粉丝们，代表工作人员，然后要送出一份福利吧？大数据，因为618嘛，然后也是我们今天心愿节嘛，那我们送什么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评论区刷好的万，好不好？来送5张刚刚签好的签名照，这边。朋友们，好不好？签名照在我的手里。我们截图截5位，然后评论区可以刷起来 ，into one 来刷起来，赶快打字刷起来，赶快刷起来。等一下，我们用西亚的手机，我们来截图，截5张来准备，截5张啊，倒计时。把那个名单看一下，你好想去打字什么？我以为说你好想，哎，想要我的签名，我也想要我的签名。等一下啊，我们这一瓶只有2个人，所以还有3个机会，赶快。林梦想要谁的？一会儿我也想要，我哥们说要我们11个人的签名。来，刚才是2位，我现在再来抽3位，对对，准备拿起手机，倒计时。哎，我们试一下全场一起喊5、4、3、1，好不好？好，来一起啊。5、4、3、2、1，来，姐，看一下前3位，3位是什么？看看，对，我们看第一个叫肉嘟嘟，第二位是一横了了，第三个是来自微博的叫 JIRTH， 恭喜！恭喜！这样吧，我们后面2位随机送份礼物给大家吧。好的，好的，反正都截到了，对不对？好的 ，OK， 后面我们也送礼物送出去。好，然后中奖的话联系我们2号客服，把地址留下来。是，既然这样子的话，哎，林茂，其他人签名照给你。你的就留给哥哥吧。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谢谢。真的把签名照拿走吗？好了，不许抢走，这是粉丝。哎，这样好不好？薇娅是这样，因为今天是他们首秀舞台，我觉得对于一个团体来说，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就是打招呼的时刻，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一起来在最后来告别，跟大家来认真的打一个招呼，好不好？好，来，有请。非常喜气洋洋的日子里，我们这样来，为了庆祝你们，我觉得薇娅姐也要给我们所有的网友们来表示一下，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来表示一下。那好吧，因为现在有很多我们英特万的粉丝，还有薇娅直播间的朋友们，那我们就发一波大额券，我们发100万现金，哇，一共2万个，好不好？好。弹幕里面输口令，口令就是一起超拼吧，5个字。一起超拼吧！好了，来，接下来我们还有精彩继续，但是不要忘记，可以先关注一下薇娅直播间，然后红包在右上方也会弹，然后口令也会弹，然后最后请多多支持我们 into one， 谢谢各位。谢谢。